让大家看看我藏在宿舍的宝贝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我的宝贝肯定藏在室友床上，这可恶的室友，床上竟然还有其他人，把队长挤在他俩中间，这给我气的，把这可恶的其他室友喊走，便来影响队长和室友的休息。我越想越气，准备上去教育一下室友，最后还是和室友发生了不愉快。室友准备点烧烤给我道歉，结果我在付款的时候才发现余额不足。你说你平时怎么不知道攒点？我来给你推荐几个可以攒零花钱的小项目。Nice. 第一个本真女孩，我强烈推荐这个。这里有批改小学生作业、故事配音、检查错个字等小项目，玩玩手机就能实现奶茶自由。第二个柚子剪辑，这是我好兄弟啊，强经常赚外快的地方，里面有很多关于剪辑视频的征稿页，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投稿试试。第三个 P 图萌组，这个我可太喜欢了，专门发一些简单的 PS 印，报酬挺丰厚的，稍微有点 PS 一组的你就给我冲。第四个征稿小丸子，里面有很多征集影视剪辑素材的小印，如果你不会剪辑，它还有教学课程，业余时间赚点生活费完全没问题。第五个宅子打工的，这里有线上客服、问卷调查、消息回复员等工作，门槛低，小白在家就能做。第六个爱森学长，这个号就厉害了，不线上客服或者试玩游戏写几句评语就有报酬，名额有限，大家赶紧关注搞起来吧。